人折磨成啥样了，把这开饭馆的弄得跟要饭的似的，把这有家住的弄得跟逃难的似的。钱掌柜，钱掌柜，你最有钱，放我们出去。各位不要慌，不要慌啊，我来了，老钱来了啊。来了来了，看在以前咱们没有交情的份上，放心，我保证把你们交出。我舍着老脸跟楼知县换来了宝石，但是那宝石需要钱。需要钱？侯掌柜有钱。我虽然行钱，但是我没有钱，钱都在我媳妇那儿。我好歹拼凑了一点点钱，但是只够保出七八个人的。七八个人啊？七个人还是八个人呀？钱掌柜，你把眼睛给我看一个地儿。我看的是你，我看的是你。我算一个老钱。你说这么多人，我保出来哪个不哪个的都是得罪人。我有个好办法 ，PK 一下。PK 怎么比？赢了的，赢了的可以跟我走，还可以获得重要的线索。好。